提醒您，下礼拜要变天了。这是中央气象局表示，未来一周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天气都会转凉，而到了下礼拜二之后，冷空气南下，各地气温会再明显下降。中部以北的地区低温将会降到摄氏15度。另外，根据天气预报，而今年冬季应该会出现暖冬的机会是比较大。